好，请。你怎么知道他是男的？你摸到了吗？他不是神职业。你扔兵器，下次大家揪团去一下。好、啊。哎、欸，怎么在打的、欸？那个。认真认真。跟兵器他走的高台去盾牌。嗯，一零大侠领先，继续。我现在决定去买一个一比一的那个 M9E 光盾。然后呢，你跟兵器那边盾牌了，有一把那个电爆用的圆盾。是那个钢弹。不过我这边有一把电爆用的钢盾。可是呢，我没有枪炮，所以要带过去。然后我跟坦克直接带炮，你再带过去。哎、欸，这是中国建造是吗？是。看他为什么要大挥旗呢？你挥的很用力哦。但他，别、嗯、闪，就是防御比较多。如果你往上挥的话，会挥过。哦，上捞。只是要看回手的速度。对啊。对啊。因为他太用力的话回手，因为他上捞基本上扛刀的，但是可以挡住。二零，大侠领先，继续。自杀，这算30哦，30大侠领先，珍惜生命，张老师专线爱护您。Control your anger。哎呀，刚刚那下有中吗？好，40大侠领先，继续。有时候讲点垃圾的话，打起来会比较轻松、啊。大侠，快用屁股的原力！你要看原力吗？遇到攻击会不会来得烧、啊？好问题！靠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原力！应该打他手，你知道吗？不要怀疑。不要怀疑，定格打他手。戳他屁股，戳他！干嘛大家用这一招？干嘛大家用这一招？大家都在用这一招。真是个好招！千年杀，万年杀，万年杀完千年杀。哇！脚又撞了。四一，大侠。这招就是要比谁手长。哇、哦，那个死剑每次都用错了、啊。哎呦！打一下要转来转去，当大家一分心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打起来。上。这搞不好真是两个懂原理的人。哦，有四二大侠领先，继续直升机，噔噔噔噔噔，可以戳他屁股吗？拜托！哎呀，中五二大侠胜。